没有多少事比吃饭重要，先吃饱再说。我是富，欢迎回来富三房。前阵子中秋节大家大鱼大肉吃的不少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今天吃清淡一点，凉拌鲜虾花椰菜。那我稍微提一下花椰菜的挑选，基本上它的外观只要是翠绿色的，然后它花球是紧密合在一起，通常都会是不错的花椰菜。反过来说，它已经发黄了，然后坑坑洞洞的，请大方的拒绝它，跟他说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合适。另外，这道菜它的蛋白质跟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，然后没什么脂肪，没什么碳水化合物，所以如果是在健身的或者是在减肥的人，我都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这道菜，真的蛮好吃的。差不多这样，就这里。
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，下次见了，拜。